最近情报挺多的，先来说说新神器液压神器，也可以叫打包神器吧。主动技能是将33范围内的植物变成植物卡片，可拖动并重新种植，重新种植的植物阶级与原植物一致，血量回满并清除异常状态，4阶以上会判断落地打着。对于一些4阶100%开大的速刷植物来说，这个神器倒是蛮大的。另外升满级后可以将僵尸压成僵尸卡片， boss 和精英怪不行，然后就可以利用地形杀干掉，但是一段时间内未使用僵尸卡片则重新原地变回僵尸，所以场上只剩下卡片形态的僵尸，想要直接结算就是不可能的了。这里的爆料视频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两株新植物啦，不过从黑色的植物剪影我们可以轻易的看出来，这次的两株植物都是原创植物，没有从国际版移植啦。其中一株新植物叫做寒霜白毛丹，可以向右侧三格区域投掷雪球，对范围内的僵尸造成建设和减速效果，有概率将僵尸冰封雪怪冲击，投掷多次雪球或攻击目标为冰封僵尸时蜷缩并撞击，将非冰封僵尸击退或秒杀被冰封的僵尸。大招是蜷缩并向前方撞击，击中僵尸后会以45度的方向发生反弹，每次撞击都会对本格区域内所有僵尸造成伤害，击碎被冰封的僵尸，同时对范围内产生建设和减速效果并返回。其实不说其他啥的，我总觉得这植物的功能越看越像是金手指中冰球加上植物冰贝类的组合了，大家伙儿觉得呢？